要。你想要多少钱啊？啊，袂定安鱼啊，拢贵啊。你那毛鱼吧，你鱼又不是那种好货啊。飞鱼的，没做鱼啊，那个好吃啊，那个又便宜啊。没有。大鱼。啊？大鱼。什么有蛋？我怎么知道它有蛋？你不要先。
七斤了。我都七斤了，再抓一次刚好七斤。好好，我等下去了。哎呀，如果来有八斤了，已经过来了，会过来的。最近那个你不要抓，拜托。我只是要。金色。好过来。没了，还在色。金的，安尼七斤。都等，都要等他来呢。啊，现在还没来。